分啊。看一眼，六十多分左右吧。大家好，我是木槿小花留学工作室的小花老师。今天呢，小花课堂又如期跟大家见面了。今天是咱们标准日本语平假名，依然是学习平假名。今天是第二节课，然后我们每周二、每周五7点到7点半都会开课。如果学生们那个希望能够来学日语的话，欢迎定时来收听。我们也会在群里那个通知哈，提醒大家不要忘记。好，那我们今天就进入我们的课堂。不知道同学们有没有听第一堂课？第一堂的话，我们讲了四行，讲的是啊伊乌诶哦卡奇库凯哥萨西苏塞索塔奇苏泰托这四行，阿卡萨他，一直讲到他行了。然后今天呢，咱稍微复习两遍吧。那我读两遍，然后接下来我们就从那行开始学。那个同学们没有纸笔的，记得拿纸笔出来。然后我一会儿会写笔顺，大家要跟着我一起学，好吧？这样可以帮助记忆。先读两遍这个上次学的假名。第一个哈，一乌乌 a o o 合起来就是啊一乌 a o 啊一乌 a o， 然后第二行啊卡卡 ki ki ku ku ke ke ko ko， 然后是卡奇库凯科，卡奇库凯科。第三行，萨萨西西斯斯塞塞索索，萨西斯塞索。第四行的话是。他他七七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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n 这个字母 ，n 加 a 呢是 na， na 怎么写呢？笔顺哈，我们看一下，第一行是写横，然后写左边的撇，然后点儿，然后这样，这最标准的。但是我现在写的不标准，我经常会。这样写完，然后再点儿，就尽量是按照标准来写吧。来，再来一遍，横撇点儿弯，就是那那。然后讲第二个，ni ni n 加上 i 是ni，先写竖，再写横横。这两个横的话，有没有发现跟我们之前学的两个字母是一样的？是 ko， 就是一个竖加上一个 ko 的话，是 ni ni。这两个字可以读成一个什么？可以读成一个汉字是和。咱们经常看日剧的小朋友可能会知道，口语的发音有时候就说那尼那尼是什么？什么的意思啊？那你就发这样，那你，这是口语发音啊。那你对，然后写第三个 nu nu 的话是这么长一个，它其实只有两笔哈，
看着我这个呜，先写这个，然后右边这是一笔哦，这样过来，这样，看懂了吗？再来一遍，左边有点像女字旁的女啊，女，过来，弯一下，像好的繁体，就是连笔字，对不对？像好的连笔字，这是 nu nu， 然后讲 ne ne， 先写竖，也是只有两笔哈，看第二笔，横折，右边跟刚才的 nu 很像，也是这样弯过来，再来一下，竖，横，这样折过来，啊，这整个是一笔，所以这么这个字也是只有两笔，读 ne ne。啊，如果跟不下来的小朋友可以之后看回放，然后多写几遍啊，争取能达到咱今天讲完这个平假名全部讲完，然后等下一次讲片假名的时候，我希望我指平假名你就知道哦，我指哪一个你知道它怎么读，或者是说我说一个你知道它怎么写，能达到这样的地步比较好。那 no 的话是这样，只有一笔啊，一个斜过来的撇，然后右方呢，哎，我写的不好看，再来一遍。No， 嗯，像什么，嗯，拼音的那个 a 的一个转过去的那个方向啊，先写这个，这样，然后过来。No 也是经常见到的，对吧？的的意思，嗯，什么什么的，你说瓦达西是我吗？我的，就瓦达西 no， 瓦达西 no 就是这个 no 啊。然后连起来读一遍，那行，那你努内诺，那你努内诺。好，这行讲完了，然后讲下一行，讲哈行。哈行是什么呢？能听得出来就是加 h， 对不对 ？h 加个 a 呢是哈，哈。这个如果是按咱们中国人的理解的话，它其实是个多音字。这样写啊，哈，它虽然读哈，但是它也读哇，就是它当助词的时候就变成哇这样读了。比如说哇达西哇，那个哇，我是就是这个哇，但平时它读哈。比如说筷子哈西，哈西，西是之前咱讲的西行。西行的这个西哈，哈喜是会计的意思，他就读哈喜，正常的就读哈，如果放在助词里面就读哇了，是连接前面一个词和后边一个词的，所以它是多音字。然后讲第二个 he 的话，就像一个钩子，然后两边挂起来，这样，钩底稍微粗一点，这样很难看，然后这样看啊，哎。对，中间一个钩子，两边可以挂起来，就是 he。比如说日，他就读 he， 读 he。然后的话读这个第三个 ，fu 的话是先写点儿，然后再写中间这个弯钩，再写左边的点儿，再写右边的点儿。像小上面加了一个点儿啊，中文的小下面加一个点儿，先写点儿，再写这个，再这样，就是 who， 我提醒一下啊，咱中国人就发音字正腔圆的那样子，他不读呼哈，不是呼叫的呼，是呼这样吹风的那种发音 ，who， 吹风的那个呼。稍微出点那个音 ，who， 这样子。然后下一个 ，h 加 e， 就是 he， 左边短一点，右边长一点，这样一个弯过来，就叫 he。然后它也是一个多音字，它有时候也读 a。比如说我从哪儿到哪儿去，然后这个改了什么什么 a 啊，然后这个是也是多音字啊，它平时是读 he。然后下一个
后的话跟刚才哪一个像？跟哈挺像的，对吧？哈是这样嘛，然后后呢是上面加了一个横，看出来了吗？下面是一样的，上面加了一个横，就后哈后，长得有点像哈后，对后。哈希呼嘿吼是哈行，然后接下来我们继续讲啊，妈行，妈行的话就加 m， 妈摸啊妈行妈，然后妈怎么写呢？横这样，大家可能会发现，哎，这样过来的还挺多的，弯一下这样过来的还挺多的哈，妈。嗯，就是跟咱中国人发爸妈的那个妈是一样发音，妈。然后第二个加一是什么？咪，也是这样过来加一个点儿，嗯，横折过来加一个点儿，咪。正常的话，这一个见这个字儿就是咪，咪绿咪。就是看的意思，啊，这就是咪溜看，咪溜是看的动词，啊，咪，然后下一个我们说是母，妈咪母，母怎么写呢？横竖下来，弯，这样，点儿，它跟有一个字很像，跟这个字有点像，跟丝。丝呢是这样过来以后直接就撇过来了，它不是，它是不撇过来，往右拐，然后一个点儿，嗯，丝，这个是木。木讲完了啊，然后讲麦，妈咪木麦猫，对吧？麦的话是这样，也像女，对不对？拐一下。咩，妈咪咩猫，咩，再写一遍啊，先写撇，右边也是一笔过来，咩，猫的话是先写弯过来，这是什么？西，对不对？跟这个一样吧，西呢加两个横，是猫。猫，嗯，妈咪母美猫，妈咪母美猫，嗯，然后往下讲了啊，鸭是这样，哎，过来点儿，这样，鸭。鸭，鸭悠悠，这是鸭，鸭悠悠，悠的话是这样写，悠，毛巾的巾，左边是一个撇，它不是，咱毛巾不是横平竖直这样的吗？啊，它是撇过来，然后这边还是露出来一点的，啊，这是悠。呀呦呦呦呢横竖这样过来，嗯，横竖过来，呀呦呦，对，这一行只有三个啊，呀呦呦，五十音图这样只有三个，呀呦呦，然后下一行是加二呢，在日语里是不读日，不读日哈，它是读了，嗯，读了这个音。那它加 a 是什么？拉。加 e 呢？哩。然后 lu， 然后 le， 然后 l， 哎 ，lo， 啊，拉哩 lu le lo。嗯，因为日本人这个舌头比较硬。所以他发不了
日这样的音，然后它读 了、嗯、拉怎么写？点儿竖弯过来，哎，这是拉，点儿竖弯过来，拉，有点像宝盖头哈，拉，竖可以稍微长一点，拉，嗯，拉拉拉哩。哩呢，竖，右边这个竖呢长也弯，往左弯，这是哩哩。比如说我姓李嘛，我姓李的话，李桑怎么发，怎么来备注呢？上面就是这样备注的，李，李在日本也读李啊，李桑，然后就是这个李李。然后讲撸，撸是怎么？就一笔横折，哎，横折圈过来，这是一笔叫撸撸撸，大家能跟得上吗？然后来来的话。两笔，来我先写，然后大家看看跟哪个像啊？竖横折横这，是不是刚才感觉写过了？找到了跟哪个像吗？来，跟这个像不像？嗯，来像不像？来的话左边一模一样的，它过来以后是这样，来呢？来是。这样，对，它就是凹进去，这个是出来的，是来来。好，再写一遍啊，竖折过来弯，这是来。来，然后落落，这样写。有点像三，上面一半，下面是这样的。落，拉里路来落，落，拉里路来落，拉里路来落。好，讲最后一行了，加油！哇，哇。哇，跟刚才讲的哪个像？跟刚才讲的，咱讲这个累啊累啊累呢？嗯，对，它三很像哈。第三个，哇，我重写一遍，哇，左边一样的，右边是这样。如果是累呢，右边是卷进来；那累呢，右边是出来。懂了吗？第三个，用这个画笔写出来不太好看哈，再写一遍，挖，哎呀，不够竖，竖过来，挖，就是挖他西挖的挖，挖他西，日语读日汉字的话，它是读丝。也就是我的意思，嗯，思就是我的意思，然后就是怎么这一个字儿用汉用拼音怎么标呢？瓦塔西，瓦塔西，嗯，基本上大家对日语有感兴趣的孩子可能都听过这个词儿，瓦塔西就是我的意思，瓦塔西。咱讲完了这些个平假名，我们可以。说几个字让大家记忆一下，然后 O 了，这行只有两个啊， O 横这样，然后下面呢还是这样，两个这种折起来啊，横折一下，再折一下 O， 它一般也是连接主语和谓语的一个助词 O O。读音就是哦哦，
然后最后一个了啊，嗯 ，H， 嗯，嗯，标注音的时候会标 N 这个，嗯，但是它发起来是嗯，它是把什么东西放在前面的一个词的后缀上，读出那个嗯的那个词来。嗯，举个例子啊，比如说啊。啊加上嗯的话就是 on on on， 比如说汉字案内的案，经常会见到案内嘛，对吧？案内是什么？引路的那种指示的，嗯，一个意思。案内它就怎么读啊？ on night， 跟汉字像不像发音？ on night on night。像不像中文？嗯，咱叫案内，它叫 online， 就是指路的意思，或者是什么介绍这样的意思。啊，这个嗯就是配在后面的哈，就是举了一个例子。嗯，咱再举一个，比如说一加上 n 呢，就是印，比如说印章的印，咱也读印对吧？它也读印。这是嗯，然后比如说，这就任何一个几乎都能加上嗯，乌就是 on， 比如说命运的运，他们就是 on 呗，就是你的运势命运，嗯，咱是命运，它是运命，叫 on 呗。嗯，那，嗯，就是加在某一个字的后面来发音的。然后这个是词，这里有个大词嘛，大词。然后这个是小词，就是比如说しっかり，しっとり吧，しっかり也有，しっとり也有，しっかり。这是西嘛啊，大家咱上堂讲的这个西 totally， 这个经常在化妆品上会看到，什么意思？滋润的意思啊，滋润的化妆水是西 totally 这个型的，嗯，或者有的是 sapali， 有这样的啊， sapali 就是清爽型的，油性皮肤就用清爽型的，干燥皮肤呢就用滋润型的啊，就是シトリ，它在中间加一个，它是没有发音的，顿一下，就是这个小词啊，正常是ツ嘛，它在中间的时候，小词的时候就是停顿一个，停顿半个符号，サパリ、シトリ啊，中间停顿一下，这个呢シカリ、シカリ，是什么意思？就是认认真真的。好好的学习，比如说しっかり勉強します，就是我好好学习，我努力学习，我认真学。しっかり，嗯，就是小词的意思，它的作用啊。嗯，哎，今天意外的讲得很快，大家掌握了没有？这样我们平假名就全部讲完了。嗯，然后我们看一下右边这些吧。嗯，剩下几分钟我们讲一这个。浊音哈，就是这些音的话，发音的话比较字正腔圆的感觉。然后右边呢就变成稍微有点变了，比如说咔咔这一行啊，咔它是 k 加 a 是咔咔，那 g 加 a 呢就是嘎，对不对？嘎啊嘎嘛，嘎。然后它是怎么样？就是原来这个上面呀，加上两个点儿，加上两个点儿的意思就是浊音，嗯，有浊音的大概有这些行，一二三四五，五行都有浊音，比如说咔就变成嘎了，咔 k gu ge go 变成嘎 gi gu ge go， 嘎 gi gu ge go， 是不是？嗯，音没有那么清脆，有点浊，所以它叫浊音啊。然后撒。比如说撒的话是 S 就是这样写嘛，撒对不对？撒，那它变成浊音怎么读？变成 z
撒，也就是也是一样的，撒加上两点，加上两点，这个符号就是浊音的意思啊。刚讲了，咔嘎，这个就是撒撒。嗯，这一行怎么读呢？撒西斯塞索变成扎基兹在做，扎基兹在做，嗯，加 z z 啊，加 z， 这是浊音第二行。然后浊音第三行就是他行了啊，他的话是加 t 嘛，他。那 t 变成什么呢？ t 变成 d 的的哒，就变成哒了。它加上两个点儿，变成哒哒啊。它七次抬头变成哒几次抬头，哒几次抬头，哒几次抬头啊。T 变成 D， 然后下一个，嗯，那没有，哈这行有，哈的话以前是 H， 哈希呼海呼，它的浊音变成什么呢？八 ，B， 啊、嗯，八，变成八加两点，哈加两点是八，八，比如说 soba， 就是咱们这儿的炒面。炒面 ，soba 就是八八啊，八比不百包，八比不百包。嗯，原来是哈希呼海好，变成 b 开头就八比不百包。然后这一行很奇怪的是，它有什么？它有两种，除了加点之外，它还能加圈。加圈的意思就是你读那个破音的感觉。嗯，所以它是加 p， 那 p a 怎么读？啪，对不对？啪，啪 p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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 嗯，然后咱稍微仔细的再讲一下啊，认真的再讲一下，大概知道这个顺序了啊。卡 p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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 嗯，嘎 p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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 比如说咱举例子啊，嗯，卡 g。反正写法大概就这些，就加点儿、加圈儿啊，弄了这么些各种变化，然后它就会组成很多字啦。卡迪是什么意思？大家看看这个汉字能理解吗？的意思，嗯，卡迪，卡迪，本来没有这个点儿的时候，没有这个点儿的时候是不是 k 呀、啊？卡 k， 卡 k， 加上点儿呢就卡迪，卡迪，嗯。然后我们再举一个哈和啪这个音，嗯，八，欧巴桑，欧巴桑，然后一样的啊，欧巴桑。这俩很像吧？欧巴桑第一个发音这样发是婶婶、姑姑这样的一些，嗯，咱们中国人其实是有点贬义哈，所以他是这个大妈，嗯，那个意思。然后那欧巴桑加了一个长音，欧巴桑就是奶奶的意思，所以发音也要注意长短。嗯，如果他有啊的话，就欧巴桑。这样就欧巴桑，嗯，短的。嗯，啪呢？啪，啪 ，p， 噗 ，p， 泼，啪 p 都排到加圈哈，啪 p 都排泡是 p 这个行，加上 a 呀、啊、e 呀、啊、这些啪 p 都排泡啊，大家可以跟着这个
咱这个录这个 PPT 嘛算是，然后右方这个扫描键的这个可能看得到，后面都有背音，嘎哒哒哒啪，嗯，然后这些咱就下次再学，这些就是其中一个音加上一个刚才的鸭呢，这个 u 和 y 加上这一行的，加上 tia 啊 tia k 加 ya tia k k 加 ya tia tia， 然后 k 加 u q q thank you 那个 q 哈 q。有的人可能觉得不好拼这个音 ，kqq，kqq， 啊，大家可以这样稍微预习一下 ，kqq， 嗯，这个咱下次再学吧，学太多了可能记不住，从这里开始下次学好不好？嗯，然后我们来翻页看一下，嗯。嗯，这个的话上面有笔顺，先写哪一行再写哪一行哈，然后这是片假名，好，今天我们片假名呢就基本学完了，下一次的话下周二7点大家再来听吧，然后如果有问题呢可以加我 QQ 还有微信，然后也有我们 QQ 群有微信公众号，就是扫二维码就可以添加了，大家有兴趣再来听，嗯，那今天课就讲到这儿啦，拜拜。